2005年创业路上，我们开创免费安全，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全民享有免费安全和免费杀毒服务的互联网大国。9年来，我们怀揣改变世界的梦想，为安全而生。作为中国第一大互联网安全公司，为人民的网络生活提供无处不在的保护。未来，我们将专注于互联网安全，从用户出发，用创新的技术和产品继续改变世界。我非常欢迎我们今年的同学能够加入360。大家知道，互联网正在改变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在改变世界，而互联网的未来一定是属于你们这些90后的年轻人。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这些年轻的血液能够加入360。360走到今天，从一个简单的查杀流氓软件的工具，发展到免费杀毒，发展到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它这些历史其实都是由一群平凡的人创造的。只不过这些人，他们有创业的精神，他们有创新的文化，所以欢迎各位同学加入360，希望和我们一起，通过创新，然后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有意思的产品，通过这个产品改变世界。在这里，预期的目标从来不是用来完成的，而是用来超越的。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创新。只要你有能力，这里就会有你的一席之地。360是一家走在创业路上的公司，在360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小伙伴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而汇聚在这里。在这里，只要我们每一天都在热情向上付出和学习，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一天天的进步，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离梦想走得更近。我是当年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搜索引擎研发工程师，在实习的时候就很幸运参与两个核心搜索项目的研发，可以帮年轻人一起去疯去闯，这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大学毕业，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人生的起点，在3年之后、5年乃至10年以后，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毕业于什么样的大学，乃至于你在大学里成绩学习的好坏关系不大，但是呢，和你的第一份工作密切相关。360公司之所以能够吸引第一流的人才，是因为我们在以往的9年的创业的历程当中，一大批的年轻人随着360公司的成长，成为社会上百里挑一的佼佼者。360公司为员工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的环境，让员工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能够快乐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著名的31厅，我们的按摩室、医疗室、健身室，还有一个著名的大餐厅，为员工提供免费的1日3餐。360能够让员工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快乐的环境下，毫无后顾之忧的工作。北京这个原本陌生的地方，是360给了我一个如此有爱的家。喜欢篮球吗？如果喜欢，那就快来加入我们360。工作的爱好从来不会停止，我相信你会爱上它。Hi, my name is Aaron Yan, and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chose the internet Qihoo 360 because I enjoy challenges every single day. And boy, is every day challenging. I also have a lot of fun around here. It rarely gets boring. If you have such a passion for 360, you will have a dream of blue sky. I always believe that the king will rise from the dead. Dear students, if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you have the innovation spirit,你也希望梦想能成为一个创业者，那么欢迎你加入360，用你的力量，我们一起改变世界。